小姨，你说公司咋就这么多事儿呢？咋了？各种人情世故，这余钱又不够用了。我刚才给我妈打电话要钱来着，我妈说你在外边堵呢。哎，你没事跟我说呀。这不工作挺累吧？给你推荐一款游戏，你放松一下。啊，我可没钱充值啊。哎呀，这游戏不用充钱，动动手指就行。就这款全网一亿人都在玩的三国割草手游，三分钟一局，操作简单不烧脑，随时随地都能玩两把，可上头了。这挺不错的，在哪下载啊？小游戏不用下载，点击我左下角直接进，而且新手上线就送500抽，运气好抽到神将吕布，一个技能就能横扫千军万宝，伤害嘎嘎猛。那我先去试试啊。小姨，刚才公司前台给我来电话了，说有人在公司闹事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啊什么？我现在赶紧去看看啊。我小姨走了，赶紧来吧，宝贝儿。嘿嘿，好吃吗？啊！你竟敢骗我！他怎么在这儿？那个小姨，你不是让我玩那个游戏吗？然后那个我学的兵法。什么兵法啊？那个调虎离山，把你这只母老虎调走，我还有机会。你个兔崽子，你看我今天不揍死！哎，小姨。